嗨，中山大学的同学，大家好。Thank you.
对你最好的生活，面对的就成了哑巴，不说话又只会一步步走回最初我们停下的地方，错过了街道，心醉心醉怎么变心碎心碎，怎么有人流眼泪，怎么会如此狼狈，我们心醉心醉Thank you.